他问我说，我这个画啊不够生动，这个画怎么样叫生动啊？怎么样才能够通过练习达到生动？我的意思啊，就是有两点特别要注意。首先要有一个生动的造型，你这个造型不生动，如果说是平平淡淡的啊，又对称啊，又没有显觉的这种变化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要有生动的笔墨，两点结合在一起，这个生动就可以做到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中国画啊是古法用笔，以线为主啊。在这点上呢，我们一定要加强练习。练线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做起啊。一个是我们要练字啊，这个字书法本身就是线条的艺术啊，练好字以后，手下的功夫那就深了啊。另外呢，还就是啊，结合以线为主的一些内容来进行练习。以线为主的题材很多，今天呢，我就想给大家啊，先从水仙花的画法入手。水仙花啊，是多年生的一种草本植物，主要生长在南方。什么时候开花呢？是在过年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啊，是百花已经都凋谢了啊，但是在南方在室外，北方在室内，有水仙花，绿绿的叶子，然后呢白白的花啊，洁白如玉，非常美。首先说一说它的茎啊，它的茎是一种啊球状的啊，我们画它的时候啊，侧锋，它是包着的啊。然后啊，干笔蹭一蹭它的纹儿，干笔蹭一蹭，哎，要体现这个写意的意思啊。不必太拘谨了，这样画出来以后呢，然后再画点根。这个根呢，本来它应该是洁白的，但是在这个画面里面，如果是画白根，它有点压不住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墨去画的稍微浓重一点。水仙花呢是得水变成仙啊，它这个如果说浇一点水以后，它慢慢就该发芽了。逐渐逐渐的呢，叶子越来越长。画它的时候看好了，这个啊，要对准它。叶子是带状，它这个尖儿啊不要很尖，是钝圆形啊，还可以翻折。有几片叶子，要注意它的动势。您看我在用笔的时候，就跟写字一样，啊，怎么叫古法用笔？那就是说要以书入画，书指的是书法，啊，这个笔要有顿挫，啊，要有转折，要中锋行笔，这样画出来的才生动，啊。它这个动态来说，它不要说都对称，直直的对称的，这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因素啊，就是它有一个生动的造型，然后我们再有生动的笔墨，它就生动了啊。这个花呢是这样的啊，就着这个事上来，我可以把花这么添，这都是写，我再蘸一点儿，也可以说是胶墨，好，这叫复画观。复画观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，就好像中间有一个金色的一个酒杯一样，非常美。
我现在啊给您仔细的讲一讲，看看啊，我们是重点讲一讲它的花瓣。花瓣是几瓣啊？这要首先搞清楚，六瓣啊。好，我从这儿开始画起。这是一个花瓣，在下笔的时候呢，顿笔行笔，顿笔行笔，然后中间还有两个皱褶。这三个瓣实际上是立起来了，立起来以后呢，不能给它铺开。假如铺开，您看是什么效果啊？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那就是正面的啊。您要是画一个正面的可以，是吧？画正面太多了，这个就死板了。所以呢，还是应该有侧面的，以及半侧面。半侧面的要看到一些花筒，这个侧面的呢，看到一些啊，筒是细的，它上头那个筒啊稍微粗一点。我们在进行练习的时候，各种方向的都给绘画。朝上，啊，如果朝上再厉害一些，那我们再用浓墨把它的副花冠点出来。您一看呐，远处的花瓣就被它自己挡住了，这些副花冠还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正面的副花冠也稍微的圆一些。跟我还可以画这样的花筒，看得清楚了，您一看呐，背过去了。这边呢，如果添一点也行，不添也可以。这是背过去的花啊，没有完全背过去。这点是副花冠，这是呢跟它一样啊，侧着，侧的比较厉害，这完全背过去了啊。我们往这边开花，往这边开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把副花冠，我这是为了图省事儿，没弄浓墨，啊，我往这边，这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我往这边啊，画个背面，这筒画齐了。然后这儿呢露出一点儿，可以了。它的花蕾由粗到细，有一个瓣儿，上面呢是这个花瓣呢拢在一起，它是长的，多添的话注意层次关系就可以了。这个花从哪儿长出来呢？咱们说一说啊。这是抽出来的花茎，从这个鳞茎里，比如说咱把它画整画多一点啊，你就看出来了。好，叶子长了不少了，最后出一个挺儿，是个花茎，上面这个叫花包壳，它包在这儿。我给您做个比方，您就明白了。比如说，您吃那蒜苗，那蒜苗就是一个挺儿上的一个花苞，还没有开开呢，啊，这就是那个包壳。再长几天以后，里面的花蕾自然的把这个包壳撑破，撑破了。然后花蕾出来了，啊，这个花蕾的数目是不等的啊，它也许营养好，这个花就比较多啊，营养差一点呢，这个花就稍微少一点。我再说一说这个叶子问题，叶子呢是
顿笔、行笔，然后有转折。它多宽呢？我们一般要画和这个实物的宽窄差不多，一指宽。有的人画的是三指宽、四指宽，我说这有点像君子兰了。这个叶子不要笔直笔直的，要有变化，而且是呢，它应该是组合的，有短的，有长的，组合在一起。这边呢也可以打开，要注意它是一颗。有些初学者在画的时候啊，它不是一颗，而是呢给它分散了啊。我画一个错误的，就下面这儿啊，它是画了一个又一个，然后一个一个又一个，平了，这不对，对齐就不好了，就死板了啊。临近我们画完以后，把尖儿提一提。为什么要提尖儿啊？一般都是干的，拿浓墨提一提。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如果画完以后觉得还不够干啊，墨色不够浓重，也可以稍微提一提，用它把这个临镜的这个颜色给它挤出来。它的临镜也是白颜色的啊，非常的美。再说一说复花冠的问题，应该拿这个浓墨去画。它是什么形呢？是腰子形，腰子形，然后有一个厚度，里面呢是它的花蕊，点两三个点就行了啊，看的不是很清楚啊。这是朝那边的，我们根据这花的形状，咱们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的方向，这样去画。先把这个花的方向定了以后，复花冠就好办了。如果说在这个里面啊，复花冠的颜色很浓很突出，这个花呢就精彩了。下面呢咱们就创作一幅画，大家看一看。水仙要讲究动势，要讲究动态。您不能说我家里面呢有一个盆儿，水仙全这么长啊，我只有这样画它才是如实的，这样是不对的啊。我们要画野外的啊，甚至于不画根，不画它那个临镜都没关系，主要表现叶子和花的这种生动的那个样子。好，下面呢咱们画画看啊。我们可以用大白云，也可以用大蓝竹，因为是拿线条来作画，所以呀水分要掌握好了，不要太干，也不要太湿啊。写字是什么样的水分您就用什么样的水分啊。花儿是洁白的，因此呢我们画它的时候，花瓣不要浓黑浓黑的啊，应该是中等墨色。画的时候呢要有节奏，您记住啊，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强调，第一个花可以画完整了，第二个花不要画完整的，应该是追求一个层次变化。然后第三个花要和它错落，它现在已经是两点连成一条线了，错落一下啊，这点有点齐，那我们就拿花蕾给它破一破，破一破就不齐了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添一添它的花筒，这个花筒要注意啊，添的时候都给它集中啊。怎么叫集中呢？在这一个点上让它出现，这样我们可以画这个包翘。在动势上咱们让它倾斜吧，这线条啊不一定说一下子勾到底，一下子勾到底这叫信笔了，缺少点变化。注意到它不要太细啊，您就想那蒜苗有多粗它就有多粗啊。
我现在把这个一个花画出来了，假如说我觉得有点单啊，我愿意啊再添一点，注意层次变化，注意到花的方向的变化。如果平齐，可以拿花蕾去破它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这儿已经有一条线了，如果这条线跟它平行，这张画可以说是失败了。所以呢，后面的东西一定要参照前面的。怎么叫参照？这个参照不是说和它一样，而是您在心里面一定要注意，参照的时候是寻求不同，寻求变化，这也是一种参照。好，这个不要画全了啊，因为它在叶子的这个包围之中出来的，这画全了叶子压不上它，这就暴露，完全暴露在外了。这个笔上的水分不多了，我用笔尖蘸一点浓墨汁画，这叫复花观。刚才讲了啊，复花观要突出。在这张画里面啊，这个花瓣刚才是中等墨色，现在是浓墨。注意到方向上的变化了。下面呢，加一点水，不要浇墨了，不要特别浓的墨了，水分也不要太大。下面该画叶子了，画叶子一般从尖儿往回画，往下画，但是有的时候为了顺手，也可以反方向，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啊。正面的叶子是稍微宽一点，一指宽，然后我们可以有长的，有短的，这里面呢，要把它有一些交叉的变化，在平行线当中寻求交叉，这也是啊，寻求变化的一种办法啊。叶子有长有短，我觉得这张画，这个花还不够。我想在这儿啊，我再画一组花，笔的跳跃大家看啊，以书入画，这个咱们都跟大家讲了这个道理了，用花蕾去稍微破一破它，加点浓墨画复花观，再加点水，调淡一点。不能让刚才那个包翘和这个花茎完全暴露在外，所以呢，再稍微补充一点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整个这一就是一组，啊。有等于是三组花是吧，都在这儿。然后呢再看一看啊，再看一看，这是开放的，但是在这儿呢稍微的有点平行了。我们作画就是这样，因势利导，根据当时的这种情况，这样呢逐渐就多了，啊，这张画呢不一定非得画那个临镜，
因为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可能它被埋起来了啊，或者是呢我们把它虚掉了。在这张画上呢，就是我们完全是拿线去表现的啊，这个线啊有浓墨，有中等偏淡的，中等呢偏深一点的这个叶子啊，但是还不够响亮啊。这张画要响亮，那好了，调浓墨，非常浓。大家一看就知道，这在前几讲当中咱们讲过墨竹，我现在先找一下气势。找气势的时候这个线条要稍微干一点啊。我现在气势找完了，我要添印了。这是晴竹往上翻的，这张画要是没有响亮的墨在这压着是不行的。这样呢就是这张画啊就响亮了，我们提款接它的气，把它接住。翠黛托云舞，金质照雪针。下面呢就是我等它干了以后呢再教同学们怎么样去染颜色。干了，干了以后下面可以染了。颜色一定要干净，这个笔呢也要干净。这是花青，先调淡花青，把这个花反衬一下，不是勾，勾要有线条，线条要讲究力度，那叫勾。现在呢只要求一个色儿，反过来衬托出里面的洁白。大家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淡，衬出以后呢再来一点藤黄，它就变成淡草绿了。把花瓣的根点一下，花蕾那儿也是稍微点一下啊。有些初学者一下点太大了，完了以后给人感觉是绿色的花瓣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我们在作画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。好，下面呢把这个盘子先放这儿啊。那把这个花以外的这个包翘染一染，叶子的尖儿稍微染一染，让它有点变化。染的时候往下捋，逐渐的变轻，一扫而过就行了。我们还是用草绿，水仙花的叶子是用石绿最后来画，石绿不能够单用。什么叫单用啊？上来就画石绿，那就太难看了。这石绿应该是有植物性的颜色去托它，越润越好，让它和刚才的赭石自然的接在一起。这个三缕太漂亮了，不能单用，加点赭石给它去点火气，这个颜色就比刚才舒服了。趁刚才的草绿没干的时候，趁湿，这叫草染，大概的染一染就行了。我现在调朱砂色，它本来是应该是金黄色，可是我感觉到啊这个黄色还不够突出，所以拿浓的朱砂在这个碗里头画上。朱砂加黄，把外头画上，内外不同，突出的是里头。这个复花观呢特别重要，这个复花观呢它是在整个一幅画当中最突出来的，应该说是画眼啊。下面呢咱们盖个章看一看效果啊。这张画呢我们用两个章，在这个题款下面用一个章，这个章太重要了，它是不仅因为它是名章，
而且是因为他要把气给他沉住啊，这点空白，所以以他为主，他应该是阴文章，这边空的比较多，这样呢我们用阳文章。一般来说补在这儿的闲章不要太正规，不要方的，可以用长方形或者是椭圆形啊，显得分量稍微的轻一点。它的高度要注意，不要和花平齐，要突出它，所以它往下挪一挪啊。这张画最高点是这个题款啊，是为了把这个空白给它占住啊，然后突出它，减弱这个章。这张画呢就是这样去考虑的。我们练习的目的是为了练习线条啊，要古法用笔怎么样去进行变化。这个变化有两点，一个是运笔的变化，一个是墨色的变化啊。大家呢好好练练线条，练练构图，等下次呢我们还继续做线条的练习。今天的课我们先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